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。不愧是王一博，娱乐圈中的体育生，这次他献唱奥运资格赛主题曲《跃动上海》，无疑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增添了一份青春朝气。王一博身着五彩斑斓的运动衫，仿佛是青春的调色盘，每一笔都充满了青春的朝气，搭配的黑色裤子简洁而不失风度，展现了他一贯的时尚品味。这件外套一出来就是青春的味道，运动少年，少年感十足，看起来王一博瞬间有种高中生的既视感。特别是他在一群运动少年中戴上头盔，骑着小轮车，王一博仿佛是街头的风之子，每一次旋转都散发着自由与激情。哎呀，这样子的王一博不仔细看跟其他的小朋友没有什么差别，想找不到这是一个已经26岁的年轻小伙子，稚嫩这个词在王一博短发的衬托下显得又可爱又呆萌。这是继亚运会后王一博再度为大型体育类盛事献唱，显然是我们的门面担当，走向世界的东方面孔。果然是为我们国人争光，他的一举一动风貌形象代表了我们年轻一代，是我们的骄傲与自豪的，自然要鼎力支持。其中歌曲中的歌词《跃动上海》，我们万众瞩目，感受我直线上升的热度，跃动我的热爱，绕绕上口的歌词把人带入了运动的动感旋律中，不自觉地想要加入其中。更让人欣喜的地方是王一博他那独特的小奶音，如同夏日里的冰淇淋，甜而不腻，让人听了还想再听。他的声音很有磁性，温暖有力量，我们跃动在梦的舞台，跃动在上海，一起动起来吧。王一博的每一次出现都是一场青春的盛宴，他的朝气蓬勃感染着每一个人。作为奥运资格赛上海推广大使，王一博不仅用歌声传递热情，更用行动诠释了年轻一代的风采。好清新的王一博，是我们的年轻风貌的呈现，能做作为推广大使在全球刷脸，用歌曲来表达青春，用运动来展现活力。王一博，原来你这么接地气，热爱的东西自始至终都会一如既往。黄景瑜在接受采访时听到摩托车的声音都不禁赞叹，那台很厉害的摩托车走了。这才让我们知道原来王一博又骑着自己的大摩托车上班了，是不是很接地气呢？这已经不是头一次见他骑着摩托车赶通告。这不禁让人想起王一博在野生救援时也是骑着摩托上山，风尘仆仆却依旧帅气逼人。说到赛车，王一博可是圈内有名的85号赛车手。他在赛道上的速度让人目不暇接，仿佛是在上演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。而他在生活中的随性自在更是让人感叹，这位赛车手不仅在赛道上风驰电掣，在生活中也是自由自在，不拘一格。没有偶像包袱的真我风采王一博，一个没有偶像包袱的明星，他的真实和自然让人倍感亲切。在娱乐圈中，他就像一股清流，不随波逐流，不刻意造作，总是以最真诚的态度面对每一个人。他的这种真我风采让人不禁感叹，王一博，你真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平易近人的大活人王一博的平易近人也是他的一大魅力。他从不摆架子，总是以一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。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他都能与人愉快的交流，让人们感受到了他的温暖和真诚。这种平易近人的品质让他在娱乐圈中赢得了很高的人气。一个接地气的娱乐圈大活人，他骑着摩托轰鸣而过，真实与自然。他没有偶像包袱，平易近人，总是以真诚的态度面对每一个人。会把新人拉到 C 位，给他们展现的机会，淋过雨的人也想为他人撑把伞。这样的王一博怎能不让人喜欢呢？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 一下本频道，专注王一博作品资讯与综艺，一起为宝藏偶像打 call。